Vincent 買股票有咩經驗分享下？股場如戰場咯，我梗係落過場啦。不過打大外，我真係未諗過啦。以前都冇咁多 backup， 邊個人打啫？個底又唔夠人厚，收風又唔夠人快，連啲裝備都輸人九條街啦。其實大家玩股有時都要等個 chance 啫。依家個玩法唔同啦，散股通到大學㗎。有冇聽過華盛通啊？有玩啊！真係一 app 通曬㗎，開會議入金快已經贏曬啦！買賣港股最無限免用金喎，幾抵玩啊！手機轉 pad，pad 轉電腦，電腦再轉翻手機，個市去到邊睇到邊，係咁玩㗎啦！華盛通仲可以免費開埋串流報價，實時睇行情都係永久免費。要贏真係睇對手㗎咋！成日話投資做足功課，起碼贏一半。不過有港股有美股有 A 股，你咪慢慢做咯。講笑講笑講笑，而家唔使㗎啦。華盛通啲圖表分析咁勁抽，即時資訊又快又齊，仲有個社區俾人圍爐添，收風又得，放水都得。最正嘅有條件單啦，只要 set 好價位，到價自動 trade， 條件單就有6個 criteria 可以 set 添，好似最簡單嘅止賺止蝕咁。早排個市大上大落，翻緊工又驚冇時間睇住個盤，好彩醒目 set 咗個止蝕條件單，一到價幫我 trade 咗佢，即刻止蝕。好似有個 AI 經紀咁，幾幫得手啊！我依家都成日用華盛通㗎，個個有部電話可以打大鱷，話唔定到時係我變咗大鱷呢。想每日都過得豐盛，就要好好裝備自己啦。華盛通 EDDA 入金24小時隨叫隨到， PC 手機隨時隨地睇串流報價，接收所有資訊。而家睇片都可以學投資噶，要 keep 住進修啊嘛。一個 app 滿足唔同落單需求 ，set 好條件，成果就輕鬆到手啦。嚟華盛社區同大家一齊傾下偈，問多啲，識多啲。一个账户一种货币，跨市场交易，想入咩股即刻买入。你仲等咩啊？生活从此华盛。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今日咧，卵瑞啊，阿太阳神咧就唔舒服。哦，啊，今日开唔到声。食得太多辣椒系嘛？系啊，食得太多辣椒啦。咁其实咧，佢琴日都有少少唔舒服。今日直情开唔到声，咁啊，俾佢休息啦，无谓叫佢夹硬嚟做节目啦。因为咧，食嗰啲药咧，个人都几慢嘅，谂啲嘢慢。我试过一次咧，就系唔舒服咳啦，食嗰啲咳药水，我又冇睇清楚，原来咳药水眼瞓嘅。系啊，咁啊，食完之后我就去 work 嗰度做节目喎。哇！嗰、那個鐘頭咧，好似雲遊咁樣啊，喺知道做緊節目啊。係咪食過量啊？啲嗨嗨地啊！一啖啫嘛，咁啊成兩個鐘頭節目啊，做完之後嗰啲啊，阿郭 Sir 你今日做咩事啊？我諗嘅嘢係慢好多嘅，即係喺雲遊嘅，唉、哎、真係，所以真係好辛苦嘅。好啦，講翻個事啊，阿 Chris 啊，係六月份第一個交易天、有少少反覆，你點睇咧？其實咧就五窮六絕啦，咁五啊冇窮到啦，因為睇翻咧，其實相對於四月咧就升咗300多點嘅，咁都算係唔錯噶啦，因為其實即係上個月咧嘅即係上旬啊，其實咧都跌得幾急，都會擔心究竟彈唔彈翻上嚟。好啦，咁啊步入咧六月嘅第一天啦，咁其實你話啊六月咧會唔會咧延續翻個升勢咧？嗱，其實短期嚟講，我覺得咧嗰個勢頭咧都係唔錯嘅，咁但係咧暫時嚟講都上到啲阻力位啦，因為望翻咧，其實咧喺琴日嚟講啊那個收市水平咧，亦剛好咧係去翻咧早前嘅一啲係高位附近啦。咁啊，講緊大約五月三日嘅高位附近啦。咁呢都係一啲即係阻力嚟嘅。咁所以今日咧有啲整固嘅。咁另一方面咧，亦都睇翻短線嘅市寬，其實去到70多噶啦。咁其實70多係一個咩概念咧？就話咧去到達一個超買嘅程度。嗱，咁短線市寬咧屬於一個咧係即係具有前瞻性嘅指標啦。咁所以去到呢啲水平咧，其實咧都意味著咧短期有機會做翻調整嘅。咁但係我覺得咧個市其實本身個市底唔差嘅，因為咧純粹睇指數啊，似乎咧都有啲波動要調整一下。咁但係咧，如果以股份嘅表現嚟睇咧，就做得幾好啦，因為咧
睇翻強勢股同弱勢股嘅數量咧，其實見到咧強勢股咧係有逐步增加跡象嘅。咁另一方面咧，弱勢股咧嗰個比率咧就顯著第一跌得都比較急啲。咁即係話俾你聽，而家弱勢股越嚟越少啦。咁啊逐步咧見到強勢股抬頭噶。咁如果稍後時間咧見到強勢股多過弱勢股咧，整體個市底咧都可以確認翻做好啲。咁而家咧就即係邁向緊呢個方向啦。咁所以我覺得咧，暫時都要做翻個整固先嘅，做翻調整，因為始終咧過去一個星期多咧都升得比較急啲。咁而家望翻啦，其實咧有兩個裂口未回補嘅，咁第一個喺5月30日啦，咁如果要回補翻呢個裂口嘅時候咧，有機會落翻20,700點啊，咁較強力嘅支持咧就會咧係即係講緊補翻5月27個裂口啦，咁恆指有機會落翻20,300咯，咁但係整體嚟講市況咧唔算差噶啦。好啦，咁啊補充少少啦，咁啊事實上嚟講咧，阿 Chris 講得冇錯，由上個禮拜四嘅收市20,116點咁計啦。去到昨日的收市21,415點，頭尾是三個交易天，星期五、星期一和星期二，一共加起來升了1,299點，所以今天有200多點的回吐，你就當是大漲小回。不過有一點大家要留意，現在都是6月份第一個交易天，如果要組成一個先低後高形態，6月初旬的市稍微回一回不是一件壞事來的。況且Chris 剛才提到上個禮拜五的上升和這個禮拜一的上升遺留了兩個不是很明顯的上升，以後都有100多200點的，不是一定要補，但是在六月初上先補一補，見一見低位，對後續的發展是更加有利的。倫 Sir 呢怎麼看？是啊，就其實呢就不利的因素呢就真的很多尤其是在國外啦，美國又加息啦，現在聯儲局似乎又轉回英了，要加多些息了，因為呢直至到控制到通脹他才說停止加息，那就死了，那怎麼搞啊，是吧？戰爭就無了期了，那個又石油又禁運，即是冷源和糧食價格不斷升，即是通脹一直不斷升。不過好在就是中國呢，上海開翻，今天呢真的上海全部開翻了，咁就本來停了的生產咧，而家都開翻，咁啊見到啲工業股咧，都做翻好，嗰個 PMI 指數咧都由四月嘅低位都升翻啦，2.2點啊，咁就即係好淡增持之下咧，我相信咧6月份咧都會升，但係唔會升得太多。應該就是那條什麼線呢，100天線，22,200點左右。是，好了，順帶一提，因為今年的市的高位是2月10號的25,050，不要計算跌多少，整個市反覆不明，逐沉底形態，真的去到5月底的，即是頭尾成15個星期。咁基於指數呢，這一陣的回升已經突破了12、15、10天線，即是暫時咁睇咧，最壞嘅時間應該過咗噶啦。嗱，最低嗰一點咧就3月15日嘅低位18,235點，但係之後就算個指數冇更加低都好，但係始終反覆不明啊，形態偏淡嘅勢頭係冇變到啊嘛，所以基本上咧就呢個所謂嘅15個星期咧，仍然處於一個反覆欲試底嘅格局噶。雖然底一早已經出咗嚟啦，好啦，頭先提到啦，指數而家翻上12、15、10天線樓上。即係有理由相信個市咧會有一個周期性嘅反彈，跌咗15個星期，反彈翻4到6個星期，我覺得好正常。咁即係話六月份嘅市咧，基本上咧仍然可以稍微睇翻高啲，只不過月初嘅市咧輕輕摸摸個低位，咁啊先低啊嘛，先低咪希望有機會慢慢組成個後高咯。咁至於阿倫 Sir 所講嘅美國嘅通脹高企，嗱俄烏戰爭啊，啊冇辦法啦，因為你睇得啱啊，你話唔會咁快完嘅，真係唔會咁快完啦，啊冇得完添，啊唔知道幾時啦。但係呢一次俄烏嘅引發嘅油價高升，食物價格上升，運費咧亦都因為疫情啊嘅影響而上升，加上咧徵收中國入口貨關税25%，呢啲輸入性嘅通脹刺激到個通脹上升。阿Chris啊，你認為加息可唔可以將個通脹壓抑落去咧？
其實咧，暫時嚟講咧，見到嘅效果唔算理想，同埋咧，亦都要考慮一樣嘢啦。見到啦，即係近日嘅美國經濟數據咧，開始咧有啲回落嘅情況。咁但係咧，亦都咧意味著有機會咧係真係出現一個咧係滯漲。咁呢個比較擔心少少，因為始終咧整體咧嗰、那個即係加息嘅步伐咧，仍然咧會繼續落去啦。咁而家即係大家咧即係睇到市場上咧都係講緊有機會啊，係最少加半厘係最少喎。咁如果喺呢個情況之下，又未壓止到嗰、那個叫通脹咧，咁其實咧，萬一真係咧出現經濟衰退嘅時候咧，形成滯漲咧，咁咧嗰個即係後果咧會相當之嚴峻嘅。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咧，大家都係要即係小心啲咯。唔算係樂觀嘅整體嗰個環境。係啊，石長你睇翻呢個Dow Jones啊，大家睇睇啦，所有移動線包括而家嘅現指咧，都係走喺250天線之下。咁由36,952點，今年1月5日嘅歷史高位跌到去近期嘅低位30,635點咧，係跌到5,936點。其實呢個跌幅係好明顯，所以近日嘅回升咧，我就當你係急跌後嘅技術上嘅反彈咁解嘅啫。就算你指數行翻上10、20天線樓上，初步呈現一個斷頂嘅啫，都係技術上嘅反彈，我唔覺得係話新升浪嘅開始嘅。咁我亦都自己有個睇法，就係話，就算息率再向上攀升咧，壓抑唔到持續高企嘅通脹。其實呢個通脹唔單止係美國，全世界都係。阿倫Sir係咪啊？係啊，而家最大問題咧就係烏克蘭咧有成2,000,000噸糧食咧冇辦法出到口，因為咧俄羅斯封鎖咗嗰個 Odessa 個港口。咁而家講緊數，哇，2,000,000噸喎、啊！係啊，可以餵飽成個非洲噶啦！而家非洲冇糧食，就係因為呢度冇咗啦。咁所以呢個係好大嘅問題咯，係嘛？咁就呢個如果能夠解決得到咧，咁啊起碼非洲人唔會餓死啦。咁啊，老實講啊，你而家好似係英國啊、歐洲啊嗰啲食物價格都高企啊嘛，升得好犀利㗎。喂，而家就食緊糧倉剩翻嗰啲啫。咁你而家一段時期食完之後，你冇新糧到嘅話咧，真係好麻煩喎。因為咧，其實咧，歐洲咧，即係烏克蘭嘅鄰近國家啦。咁其實主要咧，好多糧食啦、小麥啊之類咧，其實都係即係來自烏克蘭。咁而家你真係話咁多出唔到口咧，其實咧佢哋咧個影響好大，亦都咧即係衍生一個咧比較顯著嘅即係通脹。咁所以咧呢個情況咧，即係睇下有冇機會舒緩啦。如果做即係舒緩唔到嘅話咧，其實咧嚟緊咧幾個月咧，即係嗰個影響會逐步咧浮現咧喺全球嘅經濟之上，咁呢個咧會比較擔心啲嘅。好啦，咁其實咧不明因素啦，倫Sir講咗啦，包括俄烏局勢沒完沒了，但係嗰啲撇除嗰啲唔開心嘅嚟唔講啦。咁而家股市咧，藉住咧內地咧開始重啟嗰個經濟啊嘛，同埋咁多政策要出台啦，咁A 股如果有機會做翻好少少，港股都應該可以掹浸車邊上翻去啦。咁六月份啊 ，Chris， 你估個市啊，會係有機會試到咩位？同埋我想問多一句就係，今年嘅市，我淨係今年嘅市嚇，去到第三季有冇機會試翻4月4日嘅高位，甚至乎2月10日嘅高位咧？你睇。首先第一樣嘢啦，暫時嚟講咧，我覺得市況咧就有回穩跡象，因為你純粹真係睇好短嘅，咁頭先講過啦，短線市寬都去到超買，咁你點都調整下，咁但係調整完之後咧，有冇機會咧係即係逐步咧係一級一級咁上咧？似乎咧就有機會啦，咁因為見到咧嗰個即係市底方面啊，確實咧好多股份咧係真係開始啊展開翻一個升勢，而且嗰個數量越多。如果大家咧有密切關注翻近日嘅即係個別股份嘅走勢啦，其實好多隻咧都形成咗頭肩底嘅，咁大家可以關注翻啦。咁通常呢啲情況咧出現咗嘅時候咧，即係意味著咧唔少股份咧都有機會攀升翻。咁所以我覺得嚟緊咧，即係嘅第三季咧個市應該差極有限，同埋早前講過啦，3月份嘅低位咧，我從呢個即係15年圖去睇啦，其實咧係有機會係成個熊市最低嘅一個水平嚟嘅，12,350。咁所以後市咧就應該係逐步向好。不過咧提多一樣嘢，其實咧喺一個歷史數據之中顯示咧，即使係見咗底咧，都要喺低位徘徊咧，大概係5-6个月嘅。咁我計翻條數咧，大概去到9月度啦。咁所以應該係喺即係步入第三季嘅時候咧，其實咧會慢慢向翻上啲嘅。咁你話即係再破12,350呢個機會咧？
咧係細咗，不過咧暫時有個隱憂，因為睇翻咧個恆生指數嘅每月平均市盈率咧，嗱望一望啦，其實咧又未去到好差喎，因為咧睇翻五月份啊個數據啱出咗份，咁都要11.幾，咁喺歷史數據之中咧，通常咧一個叫做即係真真正正要見底咧，其實個平均市盈率咧係會去到單位數，呢度爭少少嘅，係啊，咁就變咗有少少隱憂啦。咁同埋咧睇埋咧嗰個即係息率方面啦，周息率啦，普遍咧都應該咧係要上到接近係4厘啦左右啦，咁咧先係即係明顯地咧吸引到投資者入市嘅。咁而家係3.幾啊，爭少少。咁所以咧，不論咧係呢個周息率咧，或者呢個恆生指數每月平均市盈率咧，都係爭少少。咁嗱呢樣嘢會唔會嚟緊一兩個月發生？最後做埋佢咧？咁如果做得到咧，我相信咧就真係後市就安樂好多啦。好啦，咁啊～再拉闊少少睇啦，今年嘅高位係2月10號，今年嘅低位係3月15號。好老實講啊，一年嘅高低位成年啦，唔可能喺5個星期之內出現嘅。大家睇翻過去10年、20年嘅歷史就知道啦，起碼擘開咧一個季以上嘅啦。咁即係後續咧，你唔穿頭咧，是必一定破腳；唔破腳就一定穿頭啦。再講啊，今年嘅波幅高低嘅波幅只係得6815點，係窄噶。本來呢個問題我不想咁快講嘅，不過 Chris 而家講開嘅，我就即管帶出嚟啦。即係話，如果18235點係今年嘅低位嘅話咧，而今年全年嘅波幅約莫有7000-8000點或者多啲嘅話咧，後續一定有更加高嘅指數俾我見得到。咁問題就係突破咗4月4號嘅高位22523之後咧，有冇能力挑戰25050？呢個就真係好關鍵啦，因為已經去到咧6月份啦，剩翻落嚟得6個月嘅時間，個市要行一個中期走勢咧，落咗再上咧，未必夠時間俾佢行噶啦，所以我就比較關鍵嘅，佢6月底啊，能唔能夠進一步拱上，或者7月初上？如果拱唔上嘅話咧，第3季我又擔心㗎啦。嗱咁，但係咧，我從好嗰方面諗啦。其實近日咧見到咧唔少業績咧出翻嚟咧，嗱唔係叫做做得好好，不過咧特別科技股方面啦，好多都話咧即係嗰個虧損方面咧係比預期少咗嘅。咁見到股價咧都冇急跌，咁即使咧即係個業績做得唔好咧，股價咧都冇向下走嘅跡象喎。咁似乎咧大家咧即係市場上咧對呢啲業績啊嘅情況咧都係有一個預期啊。好啦，咁若果咧下一次咧公布業績嘅時候咧開始由即係虧轉盈咧，咁我相信咧呢個刺激作用咧相之大，咁再加埋咧呢個低基數效應啦，咁唔排除咧可能咧即係第3季啊，甚至係即係去到第4季初啊，成個市況咧係有一個咧明顯啲嘅上升，咁所以我覺得悲觀就唔係嘅，不過咧始終咧呢段時間咧係個過程要捱一捱先嘅，咁捱完之後你進入第3季嘅時候，真係有機會咧到期時咧啲業績咧開始逐步出嘅時候咧，就唔排除咧成個市咧拉翻曬上去，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忍耐少少先咯，如果真係有機會嘅，咪開始揾啲係即係具有潛質嘅優質股去趁低吸納咯，不過要分段嚇。OK， 要分段啦，因為6月份咧暫時形態未出嚟噶。咁啊，喂，不如我哋早啲答答問題啦，因為都仲有好多問題。喂，倫 Sir 啊，有一個咧問題咧，我諗我哋真係要答答。阿 Lisa 嬲咧就問，可唔可以講下大酒店？咁啊，其實咧就大酒店真係冇咩可以分析，不過唯一要講嘅嚇就係話咧佢嘅業績咧呢一兩年，我覺得都仲係比較係唔太理想，因為疫情啊嘛，遊客少啊嘛，仲有佢嗰幅地係黃地王嚟噶。但係佢已經發展咗啦，冇得再增值噶啦。問題啊，就係加道理家族啊，大把錢，佢亦都可能咧就保留住呢個半島酒店啦。佢係闊佬懶理。係啊，但係如果你話呢幅地嗱，我哋即係題外話啦。如果是發展其他的商廈或者什麼的話，絕對是百億的企業來的，就是說他的福地、他的資產、他的價值呢暫時來說不能夠充分反映，因為呢說真的他後面還有九龍酒店，但是始終在現在這份疫情之下，還有半島本身的酒店呢房都仍然是少的，他市值都是120億而已，他剩下的那塊地已經不止120億了，那塊地都不止了，他全世界有10間酒店，人家有成100間房的，不是100間酒店，是以萬計的房，他做了這麼多年仍然在玩著那10間酒店，真的唉，我真係我見完之後，我聽到佢之後咧，我喺度合。不過可能佢有好大嘅好大嘅情意結啊，半島酒店啊，即係佢沿用翻呢個咁樣嘅比較舊式嘅酒店咧，佢懷舊啊。
佢同三十年前、四十年前冇分別，咁就有個保育嘅概念。係啊，咁啊死啦！真係做一個老古董嚟㗎。冇錯，但係喺個商業上面咧，好老實講，係反映唔到呢方面嘅價值㗎。係啊。咁啊，其實咧就講緊咧好多年前啦，講緊應該係幾十年前啦，曾經咧有某地產發展商咧。追擊過佢噶，當其、當其蛇身像噶，係啊係啊，嗰時 Bill Riley 啊，啊咁啊嗰啲都未出世，啊嗰啲唔好講啦嚇，咁啊但係咧你要問到啊有啲咩特別嘢講啊，其實真係冇，因為咧嗰幅地係地王嚟噶，不過技術上嚟講咧，講走勢咧，六個五毫三咧應該係雙底或者三底噶啦，咁啊今日嘅上升其實咧幾支洋燭上嚟咧。已經係摸，琴日先升得犀利，係啦，摸住條啊二百五十天線，咁唔知會唔會啦？六月份啊，去到半年結啦，基金都揸唔少噶嘛，啊掹翻高少少啦。所以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呢部順風車可以考慮上一上車。咁啊，至於你會唔會話嗰個地皮嚟重建啊，或者咩咧？我諗唔會啦。加道理家族好中意半島酒店，係啊，佢個命根嚟嘅。係啊，佢唔會攞嚟發展，因為佢唔係等嚿錢嚟用。咁你變咗咧，一塊幾百億嘅地皮咧，就做住啊一間酒店咯，係咪啊？好啦，咁啊呢樣嘢就都明白啦。咁啊有人問咧，啊嗰只一八八八。咁佢買完之後，佢見係啦，咁啊都有錢賺嘅，咁啊到底係？誒呢幾日升翻啦。咁啊揸，係咪繼續揸住啊？咁樣啊，一路係中線啊，收完息先再算咧。嗰啲工業股最近好翻，就係因為咧嗰個上海開始解封啦嘛，呢啲廠啊做翻好啦嘛，咁應該可以繼續睇翻好噶咯喎。嗯，係啊。你點都等到升到去14蚊以上先啦。咁啊，同埋今日嘅股價咧已經創咗一個月嘅高位噶啦，係、啊哎、升得比較速噶，但係。啊！睇下嗰個阿倫 Sir 就話14蚊啦，咁啊試一試250天線先啦嚇，咁啊過得到嘅，咁啊啊想話擺耐少少嘅，我都冇乜意見，不過估值都唔係貴啊嘛，係咪？好平嘅啫。好啦，咁我哋要多謝兩個人，一個啊多謝啤啤啦，頭先請我哋食菠蘿包，剃頭個菠蘿包啊，多謝啊啤啤啊。咁另外一位咧就阿鄭瑞哥啊嚇，鄭瑞哥啊，咁亦都啊多謝佢啦，佢問6690。阿倫 Sir， 6690，你哋睇睇啦。6690呢啲可以置噶，呢一家電咁啊，而家就睇下中央係咪推出呢個家電下乡啊，係嘛？啊，由汽車下乡啊，家電下乡，不過已經講咗好多次噶咯喎。嗱，咁阿 Chris 啊，嗯，你睇下嗰個可以置家啦。嗱，其實嚟講咧，都係內需嘅板塊啦。內需板塊而家俾緊往績係16.4嘅16倍嘅市盈率啦，我當你呢個估值，你認為點睇法咧？其實我覺得即係以而家嚟睇咧，佢估值又唔算係即係非常之平咯。同埋你睇翻啦，佢呢啲咁嘅格局咧，都係上上落落、浮浮沉沉嘅啫。咁唔似係真係一啲要大型升浪咯。同埋好啦，咁多政策出台啦，佢嘅股價係咪有一個即係市場俾到佢，即係市場會有一個憧憬咧？咁你睇翻啦，其實又唔係喎，因為咧見到啦係。它是沒有一個顯著的上升趨勢，我覺得暫時來說都未必是資金會炒到這個板塊先的，還有整體不是只是這一隻，那麼多隻的白家電的股份其實都是暫時沒什麼起色住，那麼我覺得這些可以先觀察住的，但是又未必要急於這一刻去入市咯。OK， 好了，咁啊，阿 Vincent 咧就問啊，只雙湯啊，嗱，雙湯呢兩日靚仔嘅，好翻啦，好翻好多啊，傷咗好耐㗎啦。佢就問呢兩日成交急增啦，今日5.4%追入，10%，咁啊，點睇法？睇個走勢啊，嗱，佢成交今日多咗嘅，應該係有後邊有有形之手啊。呢度有啲嘢可以留意啦，因為咧，我哋睇翻第一天咧，其實幾時上市咧，就係喺翻12月31日。而家啱踏入半年，我知你想講，啱啱解禁半年啦。咁咧嗱，通常咧要炒高嚟散貨啦。冇錯啦，半身好典型嘅半身股咧。嗱，通常一般啦，冇乜特別情況之下咧，都係咧半年禁售嘅啫。咁啊禁售啦，佢當然唔會低位嗰度散貨啦。大家上市想集資想攞錢啫。咁如果手頭有貨嘅，咁可能佢會炒高上到高位。
先再咧，即係沽翻手頭上咗炒高到$9啊！咁啊，未必上去咁高。咁但係咧，呢啲通常咧都有翻咁上下幅度，因為始終咧佢有貨喺手啦，佢都想即係出咁啲，咁啊攞翻啲現金嘅。咁所以咧，今日嚟講咧，似係第一棍嘅，因為今日咧嗱，如好多時呢啲圖咧就未必咧即係叫做好真實嘅嚇，唔多唔少可能有人幫下手推一推個價上去，做到技術上係靚仔嘅。點解咁講咧？今日咧做咗個技術突破，破咗咧過去咧一個多月嘅阻力位，而且成交配合。咁我哋就即係稱之為咧係低位出現一個價量齊升嘅技術突破啦。咁即係普遍嚟講咧，都有機會咧係一進一步攀升嘅。咁而家初步嘅阻力位咧，就係咧去到大概$6左右，咁好近嘅呢個。咁但係咧，你為咗呢個位破到嘅時候咧，就去翻咧呢一段時間嘅波動區間咧嘅頂部啦。咁嗰個頂部咧就大概咧講緊咧係去到6.8、6.9啦。咁如果6.8、6.9，而家你講緊今日收市5.幾，咁其實都有唔錯嘅利潤嘅。咁所以呢只可以留意一下。不過今日咧咁樣抽升上嚟咧，通常咧破完位之後，第二日會震下倉嘅。咁震倉意思咧，有機會係高開低收啦。成交方面咧，普遍係縮減翻嘅。咁啊，然後咧再抽升上去。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翻嚟嘅一兩日咧，會唔會有少少回調啦？好啦。值得提嘅，今日嘅成交股數啊3,193萬，金額有1,3,200萬。過去咧一路成交金額都係少嘅，即係話咧有人做嘢啦。好簡單講嚇，低位咧技術上組成一個雙底嘅形態，中間嘅頸線位咧今日亦都係突破咗啦。咁啊初步嘅阻力係話 Chris 講得啱，係$6。咁去到$6咧，會喺$6啊到6.8呢個區間走嚟走去。之後後話咧點樣行法咧，就以後嘅事啦。係啦，要炒高嚟散貨嘅，記住嚇。就算你喂你要出啊，你要散啊，你都要個個湧至得㗎嘛。係，冇錯。咁乜嘢情況之下，啲人會個個內湧咧？咪梗係一路推一路推，咁你先夠狂㗎嘛。同埋咧，通常呢啲係做出嚟俾大家睇嘅，引下大家。哇，今日都升得好靚喎，個股價，跟住成交配合喎，咁。就會吸引到一啲咧，即係散户投資者咧入市。咁嗱，而家入市其實咧就問題不大嘅。不過你話即係上到$6啊，6.幾之後先追咧，就會風險高啦。咁所以咧，大家要咧即係考慮翻呢個風險啦。好啦，要上車。早上車就千祈唔好去到一個好慘難啊！唔好去$6嚟追啊！6.5啊，嗰陣哎呀得啦，我買啦，一買完之後又高台反覆啦，因為真係4.幾起步噶嘛，係咪？大家要計埋條數嚇。好啦，1658啊，郵儲銀行啊。Little John 佢就問啦，5.7有貨，中長線嘅上望空間係幾多咧？啱啱係呢個價錢啊，倫 Sir。差唔多啦，我諗佢個高位就6.8啊，咁我諗你睇6.5都得嘅，不過而家短線啊睇$6先啦，跟睇完$6就睇6.5，到佢6.5之後就睇6.8。有啲隱憂喎，佢成個麥當勞咁嘅字樣。嗱，小心啦呢度，頸線位嘅頂啊！喂，唔係麥當勞同姜糖一齊啊嘛，咁咪升啦，嗱講真啦，嗱佢上面咧就係真係少少雙頂嘅，中間嘅低位咧呢啲咁嘅防守性嘅支持咧就好尷尬，好尷尬，因為一穿咗咧真係情況就麻煩，況且股價咧係墊住條250天線，翻上去今日都墊過㗎。好啦，我當你唔穿行翻轉頭嘅話咧，初步嘅阻力咧係$6鬆啲嘅啫，阻緊嘅啫。咁啊，矮仔上樓梯，因為咧呢一陣啊，由呢個所謂嘅6.4銀錢，就係或者6.5樓上嘅開始跌浪咧，係1個浪、2個浪、3個浪，係少少浪低於浪，同埋3個高位連線同埋低位連線咧係條下限通道嚟噶。講走勢咧就真係唔係太過理想。不過倫 Sir 話咧，先睇住$6咧，我都同意嘅，希望能夠咧咬腰上一上$6。嗱，執啊，唔會執得好多㗎嚇，講清楚先嚇，只係希望嚇。內銀股唔會升。啊，唔會升好多㗎，唔會升好多㗎，希望啊執翻多少咁解嘅啫。咁啊，有一位姓汪卡聰咧就問1211啊，仲上望幾多咧？佢$250翻嚟嘅，有錢賺嘅。今日282蚊，咬住個高台嚟收市，升勢有完未盡。等唔等300蚊？嗱，其實1211咧真係唔差啦，因為首先有幾樣嘢咧，大家可以關注得到嘅。其實咧早前咧做咗個波動區間啦，咁介乎翻咧大概215蚊啦，係直至到咧去到係243蚊，244蚊左右啦。咁我哋咧明顯地咧見到咧喺5月17日咧做咗個突破，破到位嘅。穿咗位啦。係啊，咁成交增加。咁
咁啊，其實咧反映翻啦，有資金追捧啦，咁咧成個升勢咧就由嗰日開始。咁好啦，跟住一路升上嚟嘅時候咧，你見到佢挨住十天線上，同埋咧佢而家升得比較理想，因為點解咧？通常咧一個咧係即係叫做慢慢陰啲升嘅步伐咧，係好過一支箭抽一棍上去嗰啲嘅，咁樣咧先有機會咧慢慢咧係即係陰啲上。好啦，咁你而家再上嘅時候咧，我哋要望翻咧喺大概咧2021年啦，10月26日啦，至到咧係大概11月24日呢一段嘅波動區間啦。嗱，呢段波動區間嘅底部咧，我哋可以留意翻，大概咧就係去到294蚊左右啦。咁似乎咧有機會咧都係去翻呢位，不過距離現水平咧唔係太遠。咁但係咧仍然咧個上升趨勢未逆轉嘅，因為你望多一樣嘢，其實近日咧佢都普遍咧係即係每日嘅低位啊，都係較上日低位為高嘅。咁係更加即係明顯地係強勢啦，因為亦都係250天線以上跑贏恒生指數嘅股份嚟嘅。咁加埋一啲汽車相關嘅即係叫做利好消息啦，上個禮拜出過啦。咁嚟緊會唔會進一步有長情咧？如果有嘅話，咪又再刺激下股價咯。咁我覺得暫時嚟講咧，都仍然有升。不過如果而家入市咧，你要留意翻夠唔夠位轉身啦。因為咧頭先講緊294蚊，咁今日咧都282咯喎。咁你當中得翻10多蚊，喺差唔多200-300蚊嘅股價，你賺10多蚊，其實唔係太多嘅。喂，嗱，佢250蚊翻嚟㗎，好唔好擺低個止賺位喺275或者280蚊再向上望咧？我覺得咧，其實咧，而家你話即係穩陣嘅做法咧，你係走一部分先嚇。咁、你走一部分咧，再留翻啲放置。不過由於啦，即係呢只股份嘅入場門檻都唔低，都幾貴嘅。咁、我唔知大家揸幾多手啦。其實今日有消息喎，佢話買非洲綠啊、鋰礦啊，等等。嗰個消息出個股價都冇乜，又冇乜大升咁，所以呢個都要小心啲。兩位啊，203蚊上嚟㗎啦，升咗成80蚊一股啦。因為始終呢個消息咧，即係市場都視為正面好消息啦。照計咧就應該咧整個裂口上去，再增加一個成交咁抽水，但係冇乜反應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就要穩陣啲，咁所以咧都係睇住290多蚊呢啲位啦。阿 Chris 咧就話先走一半再睇啦，咁或者考慮啊唔走一半都好咧，擺低個止賺位喺280-275你自己決定啦。反正你250蚊咧係有錢賺噶啦，不過將嗰個止賺位擺咗喺度，萬一落咗嚟咧，咪落入嗰個利潤先咯，好唔好？其實咧，俾多一個好簡單的方法大家，因為咧見到過去一個星期多咧，佢每日嘅低位咧都係高於上一天嘅。係。咁萬一你見到佢咧嚟緊嘅日子咧，佢個股價咧回落翻去上日嘅低位，甚至跌穿咗咧，咁你走咗去，應該就唔差太遠噶啦。OK， 呢個係好好嘅建議啊！阿倫 Sir 呢個問題你要答啦。咁啊 ，RR 就話咧，好耐之前咧就買咗300002.86，但係就冇聽你講。話2.4-2.8嘅 range， 咁啊變咗咧，而家應該點做咧？而家點做啊？而家你等佢回翻落去，要300.00唔該。係。係啊，嗱，而家係嗰個 range 嘅上邊咧，你要等佢回翻落去，跌翻落去2.5嗰時先入嚇，咁樣樣，咁咪即係入另外一注，咁等呢注咧2.5樓下入咗咧。咁啊升上去嗰時，你咪沽咗佢咯。OK， 即係2.85-2.86買嗰注，暫時就按兵不動先。係啦。OK， 都好，呢個建議都好。而家咧，佢有個現象咧，佢而家都喺個 range 嗰度，個上個 range 嗰個高位個 range 係3蚊嘅嚇。你如果你如果揸住2.8嘅，升到3蚊，我都建議你沽咗佢先。一個頂、兩個頂、三個頂、四個頂，睇下穿唔穿，穿咗就好大件事，穿錯咗你就唔係咁簡單㗎啦，就啦，睇下穿唔穿啦，穿到佢3.5㗎啦，3.5㗎，唔係講笑㗎。好啦，阿 Chris 啊，3690啊，美團啊，係咪有少少放慢咧？點睇法？有人問。嗱咁其實咧 ATMXJ 咧最靚仔咧就3690噶啦，咁咧因為呢只咧係即係我哋見到咁多隻呢啲科技股之中咧，能夠咧係叫做咧破到咧係一個月多嘅高位，咁上日嚟講咧其實做咗突破噶啦，咁成交略為配合啦，咁所以呢只咧其實咧即係後市咧係有機會再升多啲嘅。嗱今日咧又做得幾好喎，回一回落嚟，其實大家咧唔好以為咧個市跌咧唔係一件好事，因為通常咧咁樣破位向冇一支箭咁升咧，反而留咗機會俾你入市。咁今日咧做一個震倉咯。因為震倉乜嘢咧，就是、破位之後咧一個叫做輕微嘅調整，咁成交普遍係縮減嘅。今日就係啦，就去到琴日嘅一半多少少啦，唔算多巧合嚟嘅。好啦，咁而家係關注的地方喺邊度咧？因為琴日做咗突破嘛，咁咪留意翻啦。應該係上一交易日咧嗰個高位咧，其實咧就望到咧喺翻187.1嘅，而今天嘅高位咧就係啦喺翻咧187.3。咁其實兩日相對下咧，今天嘅高位咧就略為高少少喎。嗱，咁所以咧我哋攞翻今天嘅高位咧作為
一個參考啦。只要嚟緊嘅時間能夠咧升穿今天嘅高位咧，其實佢有機會咧進一步攀升嘅。咁雖然啦阻力位比較近啦，咁但係咧都我覺得仍然有個直播空間喺度嘅。嗱，因為咧睇翻早前一段日子啦，係大概咧喺翻十二月十月七日左右啦，至到咧係去到呢、这個二月十八日啦，其實咧做咗一個咧係即係 trading range 啦，咁咧跟手咧喺二月十八日咧係有一支大陰燭頂落嚟嘅，咁其實呢啲大陰燭咧嗰個開市價咧係一個咧短期嘅阻力位嚟嘅，咁呢個開市位咧我哋咧而家咧見到啦，就係咧喺翻217.4，咁所以咧個策略就係話，如果能夠升穿今天嘅高位187.3咧，其實咧就可以咧即係推算翻去有機會咧係上翻咧大概217.4，咁但係當然。大家做翻風險管理啦。近日嘅低位咧，其實落咗係啦，五月廿六日嘅低位嗰度啊。咁呢個作為一個指示位啦，就152.4啦。咁如果你即係睇住呢幾個位做咧，其實咧應該咧都有一定嘅即係勝算喺度嘅。OK， 咁啊，阿倫 Sir 啊，阿 Lam 的咧的 Lam 嚇就問啦，佢話咧佢2318只平保49元就買咗，咁啊上望幾多？仲有阿 Chris 啊，你答答只2331李寧啦。咁啊，買咗上望幾多？你先講只平保先。平保啊，我諗佢而家係已經係44元捉咗底嘅，捉個底啦，彈翻㗎啦。最近啊，嗰啲即係保險股表現都唔好㗎啦，不過咧都係跌得夠多咧，都會彈翻嘅。咁啊，你初步睇佢咧，第一個位就50元，第二個位就55元嚇。咁啊，希望佢能夠彈翻啦。咁而家佢個市盈率都係好低嘅啫嘛，7倍到，所以下跌空間唔會太大。我覺得咧，佢45元係有支持嘅，希望佢彈翻上去50元以上啦。啊，咁啊，50元係初步嘅阻力啊，倫 Sir 講。咁你5日、49元買咧，其實咧相差咗1元啫，又唔需要太過擔心啦。好嘛，況且恆指成分股嚟講，平保嘅比重都唔輕噶嘛。如果個市真係有機會稍微亮麗少少嘅話咧，行一陣5日、45日，我覺得機會係有嘅嚇。咁啊，李寧又點睇咧？阿 Chris 你講下啦。咁李寧啦，其實咧近日咧開始咧係有啲即係反彈嘅跡象啊，咁算係咧打破咗一個叫下行區間啊，因為咧我哋睇到啦，3月24日咧直至到啊係去到咧5月30日咧，其實係形成一個下行通道。咁上一交易日咧，其實咧就叫破破位啦，咁亦都上翻條50天線噶啦。好啦，咁其實我哋留意到咧喺呢幾日咧一啲叫做飲食嘅股份咧都有唔錯嘅表現喎，例如打邊爐股啊，甚至係內雪的茶啲都升得唔錯。咁又關李寧咩事咧？因為李寧咧其實咧買咗一間即係咖啡嘅連鎖店啦。咁其實咧佢而家開始咧都有啲業務咧係沾手翻咧呢個即係飲食業㗎啦。咁所以咧似乎咧大家咧即係對佢有啲憧憬嘅。好啦，咁今日抽升翻上嚟嘅時候咧，因為上日抽升上嚟嘅時候咧，啱啱破到條50天線咧，似乎有機會咧進一步向好嘅。咁同樣地咧，今天咧又輕微回吐啦，成交唔多，咁啊冇拋售嘅情況啦。好啦，大家留意住咧上一交易日嘅高位啦，6199。咁如果呢個位咧能夠係破一破嘅話咧，唔排除後市咧會上翻一啲即係短期嘅阻力啊。咁就講翻咧喺3月24日嘅收市價附近。咁當日嘅收市價咧就69.2嘅。咁大家留意翻啦，一個即係比較重要嘅水平咧，其實咧就會擺翻喺咧5月26日啦。咁但係你話如果擺指示位擺喺呢度咧，似乎太遠嘅。咁我哋要參考乜嘢咧？因為咧其實係上日咧先叫破翻條50天線啊嘛。好啦，咁我哋咧就可以咧再褪前一日攞翻5月30日嘅低位。53.75作為一個風險管理咯。OK， 阿 Samuel Low 咧就問1888就嚟派息啦，有九厘息，可唔可以買？頭先我哋已經作咗分析噶啦，你睇翻頭先啦。不過以而家呢個價啱啱好突破咗一個月嘅高位咧，要買就早買啦。你越前買咧，你掙係越摸越貴嘅啫。除淨之後你再買又得，要自己決定啦。咁啊，有人問兩隻內需股啊，倫 Sir， 又佢想問下阿啤啤咧，又想問下只澳優同埋6110滔博。2博1揀邊只？澳優幾多號啊？1717。一七一。就聽講咧，就伊利就買咗佢噶啦。咁啊，蒙牛咧就係一個品牌啦，內地啦。伊利係蒙牛最大嘅競爭對手啊嘛，係嘛？有冇憧憬咧？咁有憧憬嘅，因為咧你有咗伊利做你個即係母公司咧，應該彈翻上去嘅。你睇佢個。
佢本來咧，佢個股價，佢本來咧澳洲唔係賣俾伊利拜另外一間公司，但係嗰間公司似乎交唔到數啊。嗯。好似嗰個買家佢個CEO 俾人哋列咗有黑名單，結果就賣咗俾伊利啦。咁其實一個好發展嚟嘅，起碼唔係嘅整一個嗰啲人咧係亂搞啊痛嘅。咁所以我覺得你可以睇翻好伊澳洲咯，睇翻佢。希望升翻去9.8啲水平啦。嗱，我補充少少啦，個澳洲而家市盈率咧係12倍，咁啊嗰只啊蒙牛嘅市盈率咧，你睇翻以往績嚟講，而家比緊係26倍，足係爭咗一倍。如果大家去內地嘅商場咧，喺收銀櫃後邊嗰條街咧，其實好多都係蒙牛嘅產品㗎啦。咁再隔離咧就係伊利㗎啦，即係伊利同蒙牛咧。唔係蒙牛就係伊利㗎啦。係啦，係叮噹㗎。咁如果你真係睇個估值啦，喂，蒙牛講緊27倍嘅市盈率，你即係如果澳洲啊變咗日後嘅伊利嘅話咧，冇理由個市盈率咁低㗎。所以2:1嘅話咧，我覺得咧即係澳洲咧係可以考慮，不過如果澳洲同埋滔博又點睇咧？阿 Chris， 嗱，因為咧我睇翻澳洲有少少隱憂嘅，係你睇翻個成交，唔知有冇睇錯？好少，好少，少啊，少啊，係啊，得200多萬喎，佢升緊嘅時候，仲係金額喎，即係冇人買，即係冇人買，即係冇人買喎。咁呢啲股要小心啲啦，因為即係太少，得幾百萬，好似唔係太理想呢個情況係咯。咁呢只我覺得可以觀察住先嘅，其實咁，但係因為成交少，都係一個唔係太理想嘅情況。咁啊，依單deal如果係可以落實嘅話咧，即係我識諗啊，個個識諗啊，啲貨都唔肯沽啦，係咪？不過我哋再睇啦。咁啊，至於1717同澳洲同埋只滔博兩隻比，揀一隻嚟博，你認為邊只好啲咧？嗱，咁其實咧，頭先嗰只成交不足啦，呢只咧又有啲難度，因為咧係啊，試緊底啊嘛。佢幾乎近日先實業就新低嘅，咁但係咧即係危中有機啦，因為你見到佢咧都行緊波動區間嘅，咁啊35日開始咧行緊一個 trading range 啦，咁啊介乎咧係5.3。至到咧係去到咧6.6左右。嗱，咁既然係咁嘅話咧，我覺得不如你等一等，等佢挨住落翻接近5.3嘅時候咧，你博佢呢一個咁樣嘅橫行格局咧，都會延續落去。咁你咪可以喺呢啲5.3、5.4嘅位買咗之後咧，就博佢上翻大概6.6左右咯。咁但係你唔係炒佢單邊市啊，都係炒一個即係上落市為主嘅啫。喂，又要多謝一位 fans 啦，阿倫 Sir 啊，與生結緣係咪啊？就啊～即係請我哋食菠蘿包，咁多謝，咁就多謝佢啦嚇。係啊，咁啊，金花婆婆咧就佢就問，佢話用雙湯換去巴巴係咪好笨咧？巴巴可唔可以上100蚊咧？點樣睇啊？雙湯明顯地好過巴巴喎。係啊，我都係咁樣講啦。巴巴換去雙湯咧就喂90幾蚊換去5.幾銀錢咧，都似乎都啱數啲啊。5.幾換上90幾蚊咧，其實有啲難度。因為頭先我講雙湯嘅時候幾樣嘢啊嘛，而家似乎係可能係即係半年啊禁售完咗，炒翻上去散啊嘛。咁但係阿里巴巴咧，其實就即係冇乜好消息嘅，同埋即係業績出咗啦，即係叫做冇咁差咁啊。但係大家當好消息炒上嚟，但係你嘅估計咧，其實都行嚟行去都係嗰、那個即係trading range 嗰個上落嘅格局啦，就冇一個咧係明顯上升趨勢，冇突破添啊，仲係咁。但係雙湯係有咯，咁即係你從技術上或者當中嘅炒作概念。之中咧，其實雙湯咧都比較優勝啲嘅。OK， 喂，這個、呢個咧 ，BBB 咧就問啦，佢話今日我個短視頻咧就講到1024隻輪啊 ，call 輪係12325啊，佢就毫八子買嗱，博有微利啊，1.8毫先出，但係最終你要睇快手個走勢係點噶嘛？喂，阿Chris啊，快手嘅股價咧好似有少少咧係升離咗咁嘅感覺喎，你嘅睇法係點樣咧？我哋可以望翻啦。自從咧3月15日開始啦，到而家咧，其實咧都係一個咧長方形嘅走勢嚟嘅。雖然咧呢幾日咧好似壓破咗近日一啲短期嘅阻力位，大概講緊5月17日嘅高位啦，7.95啦。咁但係如果你即係將嗰個戰線拉翻長少少，去到3月15日咧，其實咧都係圍繞住呢個 trading range。咁當然啦，而家係即係一路係向上行緊嘅。咁啊有機會咧上翻去一啲即係阻力位啦。咁個阻力位可以參考翻3月30日嘅開。
市價。咁當日咧就係咧85蚊，咁唔排除都仲有少少空間上嘅。咁但係你如果以即係近日嘅低位53.5咧，就去到即係85蚊呢個位啦。咁其實你以77.3嚟講咧，已經係咧即係過咗呢個係即係中間嘅位置，偏向高位㗎啦。咁所以你而家再買上一次，似乎只唔著數。不過如果你有貨喺手嘅話咧，不妨可以等一等，你咪上到接近80蚊呢位左右咯。因為其實咧市場嘅習慣嘅，即係特別係一啲散户投資者咧，對於一啲齊頭位咧係有一個鍾愛嘅，喂，普遍咧都中意喺80蚊個沽貨或者買貨，咁咧所以啊79.9你好走啦。係 OK 嗱咁樣嘅，如果真係咁樣嘅，即係當快手去到大概係80蚊左近啦，你呢只 call 輪咧就把握機會啦，好唔好啊？因為咧佢都係受到正股嘅股價所拉動啊，希望你呢只 call 輪能夠俾你賺到錢啦。咁啊，另外1063啊有貨啊，咁啊應該點做咧，輪 Sir？ 咪等下佢咯。等下佢啦，因為佢就搞咗一個嗰啲加密貨幣嘅交易所嘅牌啊，咁咧佢就一定需要做下動作嘅。咁佢目標咧係玩到佢即係1蚊以上嘅。佢由3毫至炒起炒到1蚊以上，咁佢幾時喐手咧？咁呢個就真係唔知道啦。咁我哋好唔好咁樣講法咧？或者咧？暫時的阻力是5毫子，過得到5毫子，下一個阻力就5.5毫。點解咁講咧？因為當人摸到上7.4毫嘅時候咧，其實翻翻落去5.5毫至左近嘅水平嘅，即係過得到5毫，甚至乎5.5毫嘅，咁啊目標清晰啦，咁啊唔好1蚊啦，上到6.5毫都開心到不得了啦，係咪啊？逐步睇咯。好啦，咁啊 Chris 啊，阿 Carol 咧就問啊。Carol 就問啊，佢話201816.7有貨，哎呀，16.7都唔係好貴啫嚇，咁啊可以上網到咩價咧？鬧噶啦，好嘢啦，係啊，即係鬧得呢啲咧，其實都係同一個心態，就係貪平。貪平係啦，咁咧其實咧我就不嬲都覺得貪平咧就比較難炒，因為咧如果係好嘢，點解啲資金唔湧入去？即係買貨咧，咁你叫咁平，係啊咁平俾你咧，唔通係真係益你？咁我覺得唔緊要啦，你有16.幾有貨，咁都幾有錢賺啦。咁你咪睇翻咯，佢而家行緊 trading range 嘅，咁 trading range 大概係14.9毫啦，即係當簡單啲當15蚊。咁啊15蚊咧行到個頂部咧。就可以參考翻接近嚇喺呢個4月29日嘅收市價附近，咁當日收市價咧就係咧喺翻18.5，咁你咪大概18蚊鬆啲你走一走咯，咁你都幾有錢賺啦。不過呢啲股咧其實係幾難做嘅，因為佢個嗰個波動區間咧窄嘅，同埋咧暫時咧你都見唔到咧即係有資金流入㗎。同埋咧基本面又弱咧嚇，業績啊交唔到功課，咁啊真係跌咗好多，60蚊跌落嚟㗎啦，講埋㗎啦，已經跌咗70幾%。其實啦，講真啦，180蚊嘅歷史高位嚟㗎，哇！你計落去真係跌咗成90%，唉，真係好陰功啊，真係。都無謂啊，真係。喂，阿倫 Sir， 雨生結緣頭先請我哋食菠蘿包㗎嚇，佢問 Tesla 咧770蚊有三十注啊。OK， 佢話想再加注。加啦，使乜驚啊？驚唔驚 ？Tesla 驚，絕對唔驚。因為早前咧就因為嗰個 Twitter 嘅問題咧，就整到佢由1200蚊到啦，一路跌到620蚊，冇咗一半啊！係啦，咁而家 Twitter 啲嘢好似慢慢有啲嗰啲忘記咗啦，咁佢又會彈翻上嚟，咁佢最緊要咧，佢上海個廠咧又開翻工啦喎，咁而且咧佢上海個廠咧佢 double 佢嗰個產能喎。咁啊，將來呢個每個月都要生產幾多20萬架，係咪話天文數字啊？真係不得了啊 ！OK， 阿 Lemon Free 咧就問啊，佢話咧1799新特能源近期有冇機會試一試翻啊20蚊個頭咧？同埋想問一下光伏呢個板塊後市點睇？咁啊，至於上中下游。邊個範疇喺下半年度最好？咁啊，一次過答曬啦，阿 Chris。嗱，咁從佢技術上睇翻啦，其實咧而家咧就上翻早前嘅高位啦，喺翻3月30日嘅高位附近啦，咁啊大概18.7左右嘅。咁個升勢咧，暫時咧就未有太大改變。不過留意翻，通常去到呢啲位咧，唔多唔少咧都會有啲沽壓嘅。咁有機會喺度整固翻先啦。咁如果能夠整固之後咧，再破位啦，咁下一個位咧就上到咧19.6左右。咁你可以留意翻接近20蚊呢啲位咯。咁你又即係整個。
即係光伏板塊啦，係咪即係開始有一個回復翻一個正軌嘅跡象咧？其實一睇翻啦，唔係隻隻都升得到上嚟嘅，普遍咧都係仍然處於弱勢嘅。咁即使有升咧，都似係技術反彈為主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唔係係有啲咩特別消息，或者整個板塊你見到大量資金流入嘅時候咧，咁都未必係一個即係合適嘅即係選擇咯。同埋咧好多時咧，即使有資金流入咧，你睇下咧佢係咪一個持續性啊？咁如果能夠持續性嘅時候咧，普遍咧都會有技術突破。如果你見到咧唔單止光伏啦，個板塊都係。如果你見到成個板塊都升，而且咧開始有多隻做咗技術突破咧，嗰、那個板塊將會係一個短期嘅市場焦點，有資金去炒嘅。咁嗰啲咧就應該大家去考慮選擇嘅股份嚟㗎啦。OK， 倫 Sir， 咁Ken Chan 咧就問啦，佢話小米個高位有貨，$25喎。哇！貴㗎貴㗎嚇，咁啊4400股其實都好慘啊，咁啊冇做指示擺到而家，可唔可以溝貨？咁啊小米有冇升翻上去嘅機會咧？哇！而家即係個四大科技股似乎係小米踢得最淡喎。係啊。真係因為佢食咖喱咪食滯咗嘛，咁啊仲有佢投放資金咧，佢新能源汽車，咁新能源汽車競爭又大，係啦，而家最緊要咧嗰啲全世界嗰啲手機生產商咧，下半年咧嗰個生產嗰個出貨量啊，都降喎，咁即係話個個都睇淡個後市喎。咁就即係變咗咧，我諗小米都要喺低位徘徊一段時間㗎啦。嗱，講真啦，$25嗰個家鄉價咧，阿 Chris 啊，要見翻我睇真係唔係容易啦。咁啊，但係近期嚟講咧，就咬住10-20，掂住條50天線，望佢又有機會行翻上去13-14個區間啦。但係始終你$25嘅話咧，好老實講，要望家鄉就真係好難。不過佢問題就係溝唔溝得？嗱，第一樣嘢，即係。我覺得啦嚇，嗱呢樣嘢我覺得機會發生係唔大嘅，不過你二合一咪得咯。哎呀，哇，真係開心啦！即刻嘅$24啊！咁其實我覺得呢樣唔會發生㗎啦。講笑啫，講笑啫。咁但係你話能唔能夠即係能夠有個回升咧，係幾困難嘅，因為咧你見到佢嗰個行趨勢咧，實在明顯到太即係太明顯啦。咁你一攞俾條50天線壓住落嚟啦，而且都升唔翻。同埋頭先我講過啦，ATMXJ 咧係個3690仲好啲啫，其他麻麻地。而呢只咧其實咧真係咧唔係太理想嘅，同埋講緊即係。講緊他哋會即係開發電動車啦。其實基本上早前講過之後咧，都冇咩太大跟進。同埋大家又知道2025年咧，好多汽車嘅工廠咧，都即係已經由咧呢個內燃機咧轉曬100% 係做曬電動車。咁所以競爭係非常之大，等於手機啫嘛。你而家今時今日手機競爭好大嘅，你見嗰啲韓國品牌啊，佢哋而家手機出得都幾靚。咁但係咧嗰個價格咧冇乜升過喎。咁譬如即係講緊有4個鏡頭啦，已經，但係手機咧都係2000幾蚊一部啫喎。咁就所以。超抵啊！係啊，即係你小米係從開平價機為主啊嘛。其實咁大競爭，你點樣可以令到你嗰個即係盈利同埋嗰個銷售增加咧？確實咧係一個幾大嘅難題嚟。咁所以我覺得你仲有本地嘅挑戰咧 ，vivo 咧 ，oppo 咧，冇錯啦。咁所以咧，大家咧即係如果譬如買開啲股份啦，即係20幾蚊跌咗一半咯喎。咁你如果有資金咧，我就覺得你可以買其他股份好過咧繼續買呢一隻，因為始終咧你一個好簡單道理，令你輸錢股份輸咁多咧，一定有啲內在原因，可能你冇留意到嘅。所以咧，即係避免咧再即係踩深呢個泥潭咧，你可以將資金買其他啲可能係市場嘅焦點，或者見到個趨勢向上嘅，你寧願咧係即係反覆向上買貴少少都好過買緊一啲跌緊落嚟，或者咧你輸咁多嘅股票㗎。唉，真係啊，$25去到$12咧，咁如果你又真係唔溝，又唔知幾時見家，真係好難。我明白個心態㗎，我上面如果有4000股，唉，咁啊算啦，買翻1000啦。其實你唔買嗰1000，你係唔甘心㗎。買完之後反覆是另外一件事，因為你的心有$25的首貨，去到$12這個下你不再買少少，真的上13-14都是見不回家鄉，但你個人會很不開心的。咁為咗滿足到你自己嗰個入市嘅慾，買翻1000啦，但係佢溝唔，但係你溝唔先冇用嘅喎，個平均價都係好貴喎，都冇用啊！但係問題就係個人好過啲啊嘛。其實咧，股票最緊要一樣嘢就技長情咯。啊，你要咁都係最緊要賺到錢嘅啫。咁啊，你賺錢嘅股票你就留，輸錢嘅股票有人咧就喺網上面講過啊，呢頭買輸10% 走，如果我買10注輸10%，我成注本都冇曬咯。咁啊，其實咧就你買10注都輸10% 嘅，個市一定好有問題。如果唔係就你自己有一定問題㗎啦。
咁啊，反正25蚊買，如果真係啊，哇，輸到廿二個半10%，唉，4,400股啊，沽翻2,200股啦，先沽一半啦。咁落翻去14.5、16.16好、13.4好，你就買翻個2,200股，起碼啲鉸你游水游咗翻嚟啊嘛。啊，有陣時咧。道理就好簡單，要做嘢真係唔係咁容易。因為咧，其實咧做手機唔單止佢，我呢度留意到咧，285咧，比亞迪咧，其實咧個走勢咧反而咧有少少跡象要回升。佢做咗一個咧係叫做啊，即係雙底之後咧破頸線。上個交易日咧，其實咧個成交幾多，而且咧285係啦，比亞迪。咁都破到個位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咧，似乎咧你如果真係有資金啊，你撳中意手機嘅話，不如睇下呢一隻啦。我覺得反而咧可能。可以短時間幫你即係可以贏翻多少就好過咧，再即係將啲注碼壓落去一隻令你繼續輸緊錢嘅，因為個走勢真係 O K 嘅。咁樣話 Chris 啊，帶出一個問題啦，嗰只係咪都輸㗎啦？佢未來可能要投放天文數字嘅資金咧，走去做一個電動車，不如咁啦，將嗰次錢。轉嚟買只285點睇啊？俾我就會咯，但係嗱，因為其實呢樣嘢咧，好視乎咧個投資者本身啊嗰個操盤嘅情況。我自己咧就不嬲都毫不留情嘅，輸就斬曬嘅。講清楚啊，嗰只咧由30幾蚊跌到10幾蚊，係好傷。喂，比亞迪電子一樣由54.45跌到落去17蚊，一樣係咁樣。即係換句話嚟講咧。呢一隻有機會上啊，定係嗰只有機會上啦？嗱，因為咧，你睇翻咧，其實咧，即係圖表其實俾咗大家最大啟示就話，究竟咧，有冇蟹貨，有冇破到阻力，有冇資金翻嚟？其實咧，你喺285之中咧，你見到咧，上日咧係真係有資金翻嚟，因為咧破位之餘咧，成交係急增，今日咧有少震倉，亦都係成交減咗。咁呢啲咪好嘅即係走勢咯。咁但係你話即係小米嗰啲，你再溝咧，其實你見唔到近日呢啲跡象啊，佢都係喺低位嗰度徘徊。咁所以我覺得，既然你見到一隻似乎要行啦，要升啦，咁你不如咧就將一啲輸緊嘅股份嘅資金放喺度，就去買，寧願咧去短期呢度升翻，就好過喺嗰度牛住嘅。好啦，啱啱有個網友就話問啦，佢話43蚊有隻真係285比亞迪電子，問我應該走定應該攞呢個價？你問到我，我唔會建議你走。走啦，一開始彈咯。43蚊買跌到落17蚊，我要走嘅，我又30幾蚊，我就喺10%、12%輸啦。你而家呢一分鐘，我輸咗一大橛，仲要組成一個雙底，突破中間頸線位，早唔走前唔走，啱啱斷定我嚟走。依頭走就梗係唔開心啦，嗰頭升翻上18啊19蚊，你更加唔開心，索性揸住算數啦，好唔好啊？唔好走住，翻翻上去20幾蚊，到期時即係睇環境應該20蚊嘅今次呢一集。係啦，好唔好啊？我揸下先。喂，老 Sir， 六月份啦。老 Sir 啊，有咩好介紹？有人問你啊，有咩介紹？嗱，而家大家見到285咪其中一隻，啱啱起步啫喎，雙底破頸線，咁呢啲咪起步。頭先我今日咧一開始講過啦，好多股份咧做咗一啲咧係叫見底嘅反轉形態，例如頭肩底啦，例如雙底啦，好多隻嘅。咁所以點解我覺得嚟緊市況唔差咧？因為咧即係你話一隻半隻就偶爾咁啱撞啱啫。如果好多都出現呢個狀況咧，其實咧反映翻咧個市況開始咧見咗底有資金流入咧，先會出現多隻股份出現類似嘅走勢嘅。所以我覺得大家不妨呢幾日留意啦。咁當然啦，你話炒短嘅，咁你咪要即係睇得緊啲咯。咁但係其實頭先講嗰樣嘢啦，三月可能見得底噶嘛。咁嚟緊下半年咧個市況有機會逐漸看好嘅。咁如果你真係過多幾個月之後回頭望一望，其實你而家買嘅貨可能真係低位嚟㗎。OK， 喂，有位網友叫冷氣佬啦，佢話我 miss 咗佢嘅問題，唔係 miss 咧，問題實在太過多啦嚇。好啦，我答你個問題，688。22.2買咗可以睇幾多？其實咧一路以嚟咧688咧，我哋都係同阿倫 Sir 都係多次推介噶啦。央企手頭上嘅資金好充裕，個負債比率只係得30%，淨係睇得用地嗰度都有5幅住宅嘅用地嚟發展。咁啊，我自己覺得咧喺而家風風雨雨環境之下咧，佢係其中一間最有能力去拼購一啲優質資產嘅地皮噶。咁你問我睇幾多？咁啊，暫時25、26啊，呢個係短期嘅睇法啦。但如果可以中線部署嘅，就情願擺落少少。你兩位有咩意見咧？啱啊，你覺得啱啊。佢即係呢只唔會大升嘅股票，你話佢升到26蚊都好好噶啦。嗱。
從走勢上去看，其實確實不算差的，因為我們可以看回他早前是何時起步呢，就在1月5日左右，因為升了上來之後，其實他就一直挨著10天20天線的頂位，但隨後突然間急落來的時候呢，就跌出來100天線，再彈上去破了前頂的，現在呢又近日落回100天線，似乎呢走勢可能有機會重複，如果重複的時候下一步他怎樣呢，就又再破回近日的52週高位27個3毛幾，現在破了一條100天線，那你咪看著有沒有機會去即係有入市，因為今天其實個走勢算不差嘅，因為都做翻啲陽燭啦。咁我覺得呢啲小注無妨嘅。OK， 好啦，喂，有人問啦，就係嗰只189啊，東岳啊，10.01買，可以上望幾多咧？呢只炒股嚟，係啊，炒股嚟㗎，炒股嚟㗎。我從來唔睇佢㗎。嗱，老實講，佢做啲製冷劑嘅雪櫃製冷劑，其實嗰啲係好低價嘅化工股份。不過去年一陣風咧，炒上28.5，唔識得走28.5就跌到落去9蚊九個幾。咁啊，而家10蚊嚟講咧，我只係想講，你可以上望11啊，或者12啊，唔緊要噶。咁啊，希望你賺錢。萬一唔對板，你願意輸幾多離場先？講明係投機嘅股份，同埋直到而家分鐘，因為佢個批咗股噶啦，佢一批咗股咧，佢就唔會再托翻佢。好啦，仲有啊，所有平均移動線包括現指係走喺條250天線之下。Chris， 你點睇咧？嗱，咁其實炒股簡單嘅啫，最緊有錢翻啦。咁但係冇嘅暫時，咁而家都係行緊一個即係上落市啦。正如所講啦，可能都係11-12啦。咁有冇機會上咧？有機會上嘅，因為佢嗰個 trading range 就係咁樣行法咯，都係7.幾去到11.幾啦。咁而家就9個零，即係10蚊唔到，咁你咪憧憬可以再上多少少咯。呢個狀況咧，唔排除咧都延續一段時間嘅。咁但係咧，記住咧，去到呢個幫區間頂部11.5啊、11.6呢啲位咧，記住走一走，因為咧你見到幾次去到呢位咧，都要翻轉頭啦，咁啊反映翻咧嗰個阻力係明顯噶。好啦，我哋答多條問題啦。阿 Simon 剛就問咗就384中國燃氣有冇機會上翻14蚊啊？倫 Sir 你點睇啊？14蚊啊！14蚊唔係好多啫。係啊，3蚊。係啦，佢過去一年咧就經歷咗好多嘅負面消息。跌到七彩，一係就爆炸，一係唔知乜嘢啦。咁啊，嗰個業績就麻麻地。不過咧，似乎咧去到8.56之後咧，就見翻啲即係有翻啲氣息咯喎嚇。我想他應該彈得到14蚊啫。咁啊，14蚊都唔係多，都唔貪心咧，仲有2蚊啫。同埋估計已經走翻上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上30幾蚊跌落嚟㗎。係啊，不過唯一嘅隱憂啊，就係因為咧，佢湖南嗰邊啊出咗個爆炸事件啊，湖北嚇。咁未來咧，佢啲管道嘅燃氣咧，佢從嗰個基建嘅投放嘅資金咧，係天文數字嚟㗎。所以呢方面咧，對佢嗰個財務負擔是很重的，所以我都不敢看得太過高，13-14蚊看著這個價格是恰當的。好了，今天很多謝 Chris 啊、倫 Sir 啊，也是很多謝大家一直跟著這個節目，明天4:30國際財經直播室再跟大家見面，拜拜。